当当当当，哎，今天的 vlog 内容呢是我要去拍杂志了，阳光也很好啊，有时间正好可以拍拍外景。大家不是说想看看外景吗？是吧？至于今天拍的是什么内容呢，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，我待会儿录给大家看，拜拜。一下来这鞋子里面就进沙子，我的第一套 look， 然后哎呦哎呦，到了海边啊，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，记得用欧莱雅大海王者防晒。套拍完了，我头发已经吹成这样了。刚才在帐篷里面我非常自信说不用带羽绒服，结果出去一上去一吹，人都给我吹傻了。但帐篷里面是非常暖和的，这帐篷还是挺好的，给大家拍一下，这帐篷还是挺舒服的，这里面而且又有太阳，但外面风实在是太大了。好的，马上换衣服拍第二套。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。你看，这都是这些嵌在里边的，拔不开了。情感书理论，熟读过几本。骚动的灵魂，浪尽青春。哎呦我天哪，结束了今天的工作，非常的开心。哎，看了一点成片，感觉还挺满意的。然后我现在马上要回酒店，我要去洗个热水澡，我真的冷，冷得我直打哆嗦，太冷了。哎呦我天哪，给大家看一下日落。漂亮吧，收工啦，拜拜，下条 vlog 见。